爷爷，我能先商量一事吗？不是，爷爷，我没带钱，但我想要两个鸡蛋，你可以给我两个鸡蛋吗？谢谢你了，爷爷。我要唱歌了，那我给你唱首歌呗，我换俩鸡蛋行吗？不容易啊，你说要俩鸡蛋，平时唱歌都是收演出费，然后这要俩鸡蛋，这3块钱能买多大一块肉？是哪一块啊？给我包上呗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然后我家用一点是吗？哎，对，那个什么，然后我就帮你轰一些苍蝇，行吗？不用了，给我们了吗？3块钱就白给了啊！谢谢。你在这里卖肉卖多久了？20多年。20多年了。你这老爷们儿。看您才30多岁，你就卖20多年肉了。我现在30多岁啊。哦，就是在这个摊位卖20多年了吗？哇，对啊，因为对啊，我们是因为就是栏目组不给钱，然后还要我们烧中饭，所以只能让我们出来赊一些什么菜啊肉啊。对啊对啊，就特别不好意思。对啊，我给你吆喝吧，帮你这个找生意吧，好不好？嗯，这首歌叫眼泪学不会。我试着放开你的手去飞，但眼泪学不会。你离开后每个夜我哭得好狼狈，我想要忘记你给的伤悲，谁忘记了你不再是我的谁。我觉得我好难过，我唱半天爷爷是这个状态。谢谢爷爷，你可以给我俩鸡蛋吗？我就要俩鸡蛋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爷爷，谢谢啊。现在知道当艺人多不容易了吗？当歌手容易吗？哥，我刚才在这个大姐这吧买了四个鸡蛋呢，然后呢辽宁电视台派我来的，让我买完他们不给结账。哥，我给结。行不哥，我哥给我结了。昨天结腰下来。腰下。你们是按个吗？还按斤卖啊？要一下。斤卖这四个有多少？四个多少钱？四块钱。谢谢哥啊，你跟我嫂子幸福一辈子，将爱情能进行到底。你看我哥伸手就一。贼敞亮。20多。找钱吧。哎呦，在电视看过。哦，谢谢。有没有要吃肉的？绝对安全，绝对不是催出来的。对，看看这五花肉多好。哥，有没有？好吗？你买肉吗？我。哎呀妈呀！你抢这么多了。对啊，我买肉，但我没钱，行吗？我帮你吆喝吧。走，没钱不走。不是，我其实不是来这样的，我是要看一下单子上面还有什么。蔬菜、鸡蛋、肉、鱼，还有鱼吗？对，还有调料。那你慢慢卖啊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没钱快走。快！是老板已经有我一个没钱的了，再弄没钱的。哎呀，大婶儿，买哪一条啊？买一条来。买一条那个，我也想买一条，但是我能买鱼，但我没带钱，行吗？没带钱，不舍得。我不能赊账，那我也没我不这这怎么办呀？不能赊账，那你说我能拿什么跟你交换一下？然后完了，跟你啥交换呢？还有啊，拿钱怎么交？拿交就能拿钱交换。这货真价实，东北大妈、太厉害了。